大家好，这边是救援者，这游戏是这个猎鹰战记。好，那我们赶紧看一下这游戏怎么玩呗。这游戏呢，就是一个棋盘类的游戏啊。我们开始先带一些剧情，然后等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教学。土耳其国。真可能会选择职业吧。嗯哼，对，它也只有两个选择，所以不管选择哪一个，应该都一样啊。然后重点来咯，你看一下带入剧情了。首先有魔法卡跟待机，我点下面这边，你可以直接释放技能。然后下面有自动战斗，那是不是它玩法教学的部分？还蛮帅的。我这边可以放一些大绝，就可以把他们都带走。那典型下面呢就移动了，然后再放一个角色。哦吼，超帅的，黑洞术诶。就点这边，有没有？那这样就可以获胜了。我再放一个技能。直排的，这个也蛮帅的。敌方回合，碰我们的嘛，对不对？诶，我们在哪里啊？哦，反正它可以自动了哈。然后下面呢，还给你两倍速。哦，所以各位，你们不会玩的话，也可以就是让这个自动战斗，非常有趣。好，这样我们就醒来了。哎，它游戏的界面做的蛮可爱的，来，我们就直接取名了啊。我们这边可以继续了。好，这样加带一下。哇操！这不是它美丽的主界面啊。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戏真的是很可爱啊。你看哦，这边它的主线，哇，超可爱的。然后你它的那些就是主界面，就是它的玩法。那你点角色呢，你就可以释放技能了。嗯，过去给他一个丑霸这样。然后，哦，我们就可以继续给他打这样，甚至也可以反击。哦，好痛好痛，别再咬我了。然后下面有自动增加两倍速嘛？两倍速啊，十等才有。哦，非常好玩的棋盘手游，很可爱。这应该可以，就是这种游戏从以前单机游戏就很红了。因为我记得我以前玩电脑的时候，我还蛮喜欢这种棋盘的玩法。然后它这边就是有分为这个，你看春节限定啊、英雄啊、许愿家族、炼金花园任务。爬行历练充实。那花园系统呢？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种种东西了。那种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施肥。施肥之后我们就可以哦，还可以种植哦，我们就有花园了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英雄呢进行所谓的升级教学，啊，不是合成。哦，那这边我们得到卡斯蒂了，哇，真的好美哦！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两只英雄了，哇，真的很棒啊！我们这边就可以把我们的角色上升出来，而且它的界面做的很像漂亮。你看，最近快过年了嘛，它就有那个春节的这个全新的活动，还有背景，开始吧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再自动一场就结束啊。好，所以它的玩法就这样。哦，这边教你移动啊！我教你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技能，这样哇，真的很帅哟！哇操，继续，还不能自动啊，还在教，
来这边就演示，开始演示他的技能给大家看了哦，真的是太帅了！全玉木的手游就是不一样哦。哦，这边可以继续自动。好像就攻略了。OK。那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订阅我频道。我们今天这个手机游戏就玩到这边喽，拜拜。好，那这边还可以炼金，就是合成。嗯，那就可以合到新的东西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。嗯，然后这边就是将你就是去镶嵌它的被动技能。点这边就可以抓上来。嗯，好啦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了。然后这边之后就把它移上去就可以了。